哇，你好，欢迎收看《大户筹码论》，我是曾伟。台股今天要开高走高再创高，中场是上涨147点，收在18196点，成交量2592亿元。今天的盘是如何分析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是华信投顾的张大文分析师。大户筹码泄露天机，全国都能同学大家好。第二位是陈奕群分析师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盘面上的观察，先来请教大文老师。好，今天大盘不啰嗦啊，就像曾伟刚刚讲的，今天开高走高，再创历史的新高。但是，全国同学，啊，张老师讲过，你听我的节目啊，你可以得到不一样的思考，你可以得到真正操盘的一个专业的逻辑啦。我讲到赚钱只有一条路嘛，锁定主流，你才有资格赚钱嘛。你买错主流，我跟你讲啦，不要说大盘创新高了，18000、19000、20000，你照样赔钱。我这句话，新手刚开始会听不懂啊。张老师不啰嗦，我讲过，我是40年的专业操盘人啊，所以你听我的节目，我不是台面上的一般分析师啊，每天跟你分析3档、5档、10档，一天3档，一个月就90档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啊，我也不是来卖软体的，每天啊多啊空啊搞了一大堆，呵呵，搞得你赔得一塌糊涂。我不啰嗦，我就告诉你要怎么做嘛。好，今天台股再创历史的新高，但是全国同学，你的内心高兴得起来吗？你到底有没有赚钱呢？这是张老师最关心你们的事情啊。我们不是每天来啊，这个讲好听的。全国同学，来导播打一下大盘 K 线，从今年年初，全国同学自己看一下嘛。台股今年是什么？年初在15000，年初在15000，今天离收盘啊封关3天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攻到18197，今年一年来整整大涨了3000多点哦。今年是大多头，那全国同学，很多人说来到股市买股票，哇，要买最好的公司，最赚钱的公司，对不对？获利最好的公司。那我请问你，中华民国最赚钱的公司是谁嘛？第一名叫台积电，第二名叫鸿海嘛？那我请问你啊，所有今年年初去买最好的公司，买台积电的人，来导播打一下，台积电，年初1月份。导播，1月份再往前一点，导播，哎，1月份的，对，年初在679，今天呢615，所有今年一月份，当时我跟你讲，我跟你保证啊，当时所有的财经节目你去听，10个专家有9个都在跟你吹牛护国神山，跟你讲台积电很好很好，事实台积电真的是很好，没有错，这个我不否认。啊，我也承认中华民国最好的公司，第一名叫台积电，第二名叫鸿海嘛。啊，但是同学，所有今年年初去买台积电的，不管你买在670，买在650、660、650，请你告诉我，今天哪一个赚钱了？台股一年涨了3000多点，今天台积电，今天，而且今年台股是大多头哦，涨3000点不大多头吗？所有年初买台积电到今天通通赔钱，通通赔钱。这是第一名最赚钱的公司叫台积电，第二名叫做鸿海。来看一下鸿海，年初多少？134，今天呢105，通通赔钱。那请全国同学你回答我，今年台股大多头涨了3000点，结果你买最赚钱的公司第一名的台积电通通赔钱，报了一年通通赔钱，第二名的叫做鸿海通通赔钱。我请问你嘛，你连买台积电买鸿海搞了一年通通赔钱，你买其他股票会赚钱吗？大家心知肚明，你不要骗人。所以为什么散户可怜兮兮啊，满手套牢啊，台股涨了3000多点通通赔钱。那张老师今年一月份带大家买什么啊？带大家买什么嘛？我一月份带大家买什么嘛？自己摸摸良心啊，我一月份有叫你买台积电的，来，你打电话进来，你赔的钱通通算我的。我今年一月份有叫你买台积电，你打电话进来，赔钱通通张老师全认了，对不对？我一月份请大家重压阳明，来导播打一下阳明。
一月份阳明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好不好？十几块没人要，飙到230。一月份你听我的话，重压阳明100万变1000万，200万变2000万。那接下来七月份，大家都告诉你追航海王，我告诉你铁达尼，对不对？我都在东森都讲得很清楚，230的阳明长龙叫做铁达尼，通通崩到八几块。我七月份带大家买什么？我带大家买什么？来导播，七月份美骑马电动车电池大厂，来导播打一下美骑马，美骑马七月份，七月份6-70块，哈哈，没有人要，我带你买，飙到180，100万变300万，300万变900万。十月份全市场开始跟你啊，都在骂航运股，都在骂长荣，都在骂阳明，对不对？多少专家我都亲耳听到了，哎呦，长空结构，笑死我了！我十月份叫大家重压长荣，来导播打一下长荣，十月份跌到80几块啊，跌到80几块，导播放大一点，放大放大，从85块那里，哎，十月份跌到80几块啊，每个专家都跟你骂，都在骂长荣，我说你骂他干什么？啊，要赚钱了你再骂他，你脑袋有问题，呵呵，对不对？我今年赚40几块，明年赚50-60块，80几块，全国东森同学跟着我下去买，飙到149，涨了是不是？又涨了快一倍了，同学。好，那我只请问大家了，你错过一月份航运股涨10倍，七月份电池大厂美骑马涨3倍，十月份长荣涨了8成，十二月份我带你买什么？对不对？26块的国硕，来导播打一下国硕，啊，12月初啊，啊，导播稍微放大一点，12月初，对不对？12月初我叫你买什么嘛？啊，全国同学，你摸摸良心啊，我公开送给大家的，我公开送给大家的，赶快来拿，哎，重压国硕，从20几飙到37啊，是不是涨了快50%啊？你十二月初听我的话，100万买国硕，100万就50万，200万就100万，300万就150万了、啊。十二月初，一个南部的同学投资人找我、啊，对不对？手上股票500多万，啊，有啊，台积电、鸿海、日月光都有啊，我全部卖掉。张老师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这个卖掉赔10几万、20万，我说你赔20万，赔30万你也要卖、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更好的机会来了嘛。当时是500多万来参加，对不对？我清代的同学。不啰嗦，11档股票我一看不行，全部卖掉。我做人不啰嗦，赚钱就是靠一档，重压国硕，结果500万买200张，啊，20几块，也飙到37块，500万变成700多万了，本来赔20几万，啊，很心不甘情不愿，结果一看哇，赚200多万。所以赚钱不是问题，是你怎么做，你的观念是什么。如果你今天还现在每天这个2张，那个3张，鸿海3张，台积电2张，日月光3张，我跟你讲，你搞得几细狼啊，你几细狼，你搞到最后弄套牢，为什么？你没有主流，没有目标嘛，满手你不满手套牢谁套牢，对不对？那十二月份接下来我2个礼拜前叫大家重压什么？来导播，大力光，来看一下大力光啊，2000多块，2000块附近重压。哎呀，很多同学很可爱哦，张老师，这高价股很恐怖。我说你恐怖什么啊？你手上10档20档抱了一大堆，你就不恐怖啊？叫你重压一档大力光，好恐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过，半个月前一对夫妻来找我，对吧？太太讲了一句话，当着我面说，张老师，我好想赚钱。我知道他们套得一塌糊涂，很可怜，200多万，也是7-8档股票，哇，什么塑化股，什么钢铁股，一大堆，我全部卖掉。我说你买1张大力光，张老师好可怕，你可怕什么？结果呢，从2000多涨到2500，1张就50万了。你不照样赚钱吗？所以张老师的操作，我是不啰嗦，全国同学，40年专业操盘人，我不是来跟你分析一大堆，我不是拿软体跟你多空啊扯一大堆，我都告诉你要怎么做，买什么，懂不懂？所以今天我节目到后面，我还是很清楚的告诉你。明年会涨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待会注意听哈，你待会注意听。我今天又要泄露天机了，我很喜欢干这种事，好不好？我的乐趣，我跟你讲，我的乐趣就是帮大家赚钱，帮投资人赚钱，尤其帮满手套牢的，我就是要带你反败为胜。因为你过去观念错误、操作错误、策略错误嘛，永远股票的10几档、20档，你怎么翻身呢？你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啊！你看不懂主流是什么嘛？所以今天手上有套牢的，你都不要难过，赶快来找张老师，好不好？听清楚啊！那2022我们节目全面要做个调整，全部要做个调整，好不好？所以甚至从今天开始啊，
下6:30哦，我们都有在全国其他的专业的平台，对不对？都有帮全国同学啊，这个创造更大的服务啊。很多人说，老师，你这个2:00多3:00我上班看不到，哎，我所以从今天从前天的开始，我们6:30在啊国内其他的专业平台，对不对？这个啊，这个全面的服务，全面性的服务。所以6:30你回家，哎，可以慢慢很轻松，一边吃饭一边听张老师带着你怎么赚钱。好吧，好，2021全面啊感恩大回馈了，同学，倒数3天了，自己好好把握，好好珍惜。还没赚到钱，你不来找我，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得救；你不来找我，我不知道你这辈子要怎么翻身，啊，永远翻不了身，永远套牢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宿命论嘛，哦，所以你观念要改，方法要改，策略要改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12月份你赚钱了没有，同学？我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不要讲1月份。对吧？不要讲1月份航运股涨10倍，7月份这个美骑马涨了3倍，对吧？10月份叫你重压长龙80几块，涨了80%。我不要谈这个，我12月，全国同学，全国东同学，你12月看我节目，你12月来拿，对不对？关键报告，你来拿国硕的资料，那时候还在27块，所以你12月份亲眼看我的节目，你都100万赚不到50万、60万、70万，你对不起我，也对不起你自己，你更对不起你的家人嘛。大家都需要钱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该赚钱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把握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12月份跟大家买什么？我叫大家重压什么？我说2022全新主流元宇宙加电动车嘛。所以12月初这一份报告送给全国东森同学，我不拿你任何1毛钱的，我公开免费送给你，对不对？1-2000人都来索取，你都见证嘛。当时国硕多少啊？26块啊。赶快买，欸，同学啊！结果呢？30、33、34、37、37.7。你告诉我，100万是不是40几万呢？你200万就90万了，欸。你光看我国硕，你12月份你200万就应该有90万了，欸。年终红包，对不对？年终奖金我都发给你了，你不用跟老板拿，你跟老板讲不用给了，张老师给我更多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100万就40几万，200万就90万。我刚刚讲的那个南部的同学，对不对？当时500万就200多万了，你100万就1000万就400多万了。所以赚钱都是一个机会，你要下去做，你不是每天那边看电影，对不对？每天手上套牢的也不处理，你要怎么翻身呢？是不是？好，那错过国硕的，再来跟大家报告未来谁会啊？谁会大涨？元宇宙光学，我带你买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明年穿戴装置镜头需求暴增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买什么？当然买龙头嘛，大力光嘛。2060附近当时告诉你大底完成要喷的，你张老师真的假的？大高价股好恐怖啊，欸！你恐怖什么？你每天都恐怖，就自己报了11档、20档套牢，套了1年都不恐怖啊，那才可怕嘞，懂吗？好不好？所以2060。对不对？2000附近，对不对？你有200多万就买1张嘛，你有400多万买2张，你有600万就买3张嘛，有什么问题呢？股票干什么要报11档、20档的套在那边都没有用啊？结果自己看看，12月17号一早有没有2070附近？赶快重压大买，结果呢？2235、2280、2495、2535，你告诉我赚多少？1张不就40几万了？啊，2张不就90万了，同学，赚钱很难吗？好不好？当然，逢高懂得获利。今天呢，啊，大力光是不是再跌回来了？是不是再跌到2400啊？你看多开心啊，对吧？跌回来，我们准备再出手买进。我跟你讲，拉回的买点，大力光想操作大力光的，好不好？错过1张大赚40几万，2张对吧？90万的拉回来的买点，你赶快待会拨电话进来，好不好？大力光拉回的买点，赶快跟上脚步，后面还有行情。好，再来，对不对？再来给你报告，错过大力光的，哎，低价元宇宙啊，2开头6结尾的，哎，同学，跟你讲60多块嘛，60多块，结果呢，22号啊，哎，7字头了，刚刚突破7字头了啊，何时要8字头呢？结果23号，哎，又攻涨停了，78了，结果呢，81.8，全国同学，你看看，不到2个礼拜，100万又20几万呢，200万又50多万呢，这张股票你要特别小心哦，大格局大行情哦，哦，你不要以为它涨完了。大格局大行情，好不好？再度见证低价元宇宙，再来跟你报告，错过12月元宇宙电动车嘛，光是国硕就让你100万就40几万了，同学，100万就40几万了啊！跟你再来跟你分享一飞冲天了啊！未来什么充电站大厂嘛，打入全球第2大充电站嘛，从40几块赶快哦，结果呢，
十二月二十二号一早有没有还在43块附近？赶快加码！一早还在43块附近，赶快加码！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、三个钟头，让你买，现买现赚涨停板，这不是很开心的事吗？你的股票一天到晚套在那里干什么呢？所以不是主流都躺在那边不动的，你懂不懂？只有主流才会飙，才会涨，了解吧？所以当天一早加入的同学，一早一出手又是一根涨停。100万又是10万哦，10%了，200万变20万了吗？赚钱很难吗？涨完了没有？涨完了没有吧？再攻涨停，你自己看看，你自己看看嘛。从40到52，你告诉我是不是100万又30万呢？200万又60万呢？300万又90万呢？赚钱很难吗？所以光是你12月份来找我同学，所以我没有夸张啊。你12月份来找我，光是一飞冲天，100万就30万了，对不对？国硕100万就49万了。光是国硕跟一飞冲天这两档股票，100万就将近有70几万了，光这两档。所以你100万，我讲过，你12月份100万，你赚不到50万，赚不到60万，赚不到70万，你对不起我，你更对不起你自己，更对不起你的 family， 家人都在等着伸手拿钱呢。那你老来套牢赔钱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帮助家人？是不是？家人看到你也难过，你看到股票也更难过，每天两眼泪汪汪，满手套牢。所以生命可以改变的嘛，对不对？结果可以改变了，在于你观念怎么改变，策略怎么改变，操作方法怎么改变嘛。赚不到钱，你务必来找张老师，40年的专业操盘人，我把我40年专业操盘的，对不对？心法传授给你，我带着你反败为胜嘛，好不好？赚钱都不是问题啊。所以12月份你光这跟着我们操作，一飞冲天，100万就30万了。国硕100万就是40几万，光这两档股票100万就70万了。我还没有跟你算大力光嘞，大力光一张就40几万，两张就90万了。我还没有跟你算低宇宙哎，啊，100万也20几万，200万也50万呢，这个我都没有跟你算呢。光国硕跟一飞冲天100万就应该有60、70万了，你都没算到，赶快来找我，不要难过，王者已矣，来者可追，好不好？没有问题啊。所以张老师还是关心全国同学，12月你到底赚钱了没有？如果12月你还活在痛苦中，还是满手套牢，明明指数今天创新高了，哇，结果还在满手套牢，对不对？满手10档20档都不知道怎么办呢？赶快一通电话，张老师绝对会改变你的一生，把握自己的机会，好不好？那再来看看航运股，我们今年怎么完美操作的啊？亲眼见证。7月份230块，我公开讲航运股长荣、阳明叫做铁达尼，有没有崩盘？没崩盘来找我，好不好？没崩盘来找我，很简单啊。张老师讲的话，事后来对证嘛。230警告你，航运股崩盘，没崩盘来找我，好不好？10月份跌到80几块，全市场在跟你骂航运股，我叫你骂他干什么啊？我跟你讲，投资价值浮现了嘛。你要抱着感恩的心哎，哎，同学，跌到80几块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抱着感恩的心哎，哈哈，对不对？赚钱的机会来了，财神爷来了，你在骂财神爷，你说脑袋有问题啊？你看80几块，带你一路80几、100、120，有没有？我们在东森连线120，还讲跟你要冲了，要冲了，要冲了，警告你，结果149。哎，同学，你看看，从80几到140几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80几万变140几万？啊，100万就70万，200万就140万，300万，10月份的长荣300万又让你赚200多万嘞，你还不感谢我啊？你不来找我，我跟你讲，永远都套牢，永远都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逢高获利拉回，前两个礼拜拉回130块附近，我跟你讲，拉回你不要搞错了，你不要以为航运股就结束了啊，航运股基本面明年更好，对不对？欧洲航线现在美西美东通通创新高，所以明年获利更高，对不对？130多拉回还是要买长荣，今天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吧，145了，好好注意哦。长荣什么时候要突破149？什么时候要突破149？后面还有没有波段的行情？你要跟紧脚步啊！你不要傻傻搞不清楚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大家，10月份以来长荣又见证了大涨70%以上了。好，那美西线、美东线，对不对？通通再创新高，美东线通通大涨啊！那航运股长荣到底会涨到哪？务必拨电话进来，共享证据。再来，精彩的。未来谁会大涨啊？这是张老师的精髓，我不是来跟你啊，这个，对不对？哇，每天这个5档10档乱射飞镖，未来谁会大涨？来听清楚，明年最大的好戏是什么？自己看一下好不好？明年最大的全世界的金融环境最大的事情是什么？明年费德要超鹰啊，不是鹰派啊，超级鹰 ，Super Eagle， 明年要升息3码，从下个月要加速减购再息。所以明年最大的问题升息通膨，
那来注意了，这档股票太可爱了，二开头二结尾的，它今年大赚了1400亿啊，今年 EPS 要上看10块啊，今嘛股价才在6字头，讲得过去吗？这是明年通膨升息最大最大最大中华民国最大的受惠股，你搞得懂吗？好不好？所以这档股票你要特别注意，大底完成啊，特别注意明年通膨升息大波段的行情即将发动，即将发动。12月份赚钱了没有？12月份100万赚不到50万、60万、70万的同学，你今天务必要拨电话进来，年终感恩大回馈倒数3天，好不好？自己好好把握，拨电话进来，共襄盛举。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，广后来继续请张老师分析。欢迎回到大户筹码论，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。好，台股今天又创历史新高了，哎，但我请问你，你12月赚钱了没有？同学，12月赚钱了没有？好好自己检讨反省这个问题。12月份你100万赚不到50万、60万、70万，你对不起张老师，更对不起你自己，更对不起你家人啊！你家人都需要你帮忙吗？对不对？你家人需要你照顾啊！所以100万赚不到50万、60万、70万，你赶快拨电话进来，赶快来找我们，好不好？那我今年错过1月份航运股阳明涨10倍。7月份电池美其玛涨3倍，10月份长荣涨了快80%，12月份我公开送给大家就一档定勾机啊！啊，我没有跟你们3档、5档、10档讲一大堆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中压国硕就对了，从20几、30、33、34、37，请你告诉我，100万就40几万了，200万不就90万了吗？你500万不就200多万了吗？同学，赚钱很难吗？你每天报了11档，你当然每天套在那里啊，对不对？那错过国硕大涨了快50%的，再来给你报告谁啊？未来元宇宙、光学，来大力光，从2000块附近，赶快、赶快、赶快呼吁你赶快买、哎。结果呢，235、280、2495、2535，你看看一张又快50万，一张就快50万，两张又快100万了。当然逢高调节，大力光拉回的买点，你跟我操作，你不要自己乱搞，好不好？拉回的买点务必拨电话进来，再来给你报告大力光高价元宇宙的，哎，低价元宇宙。从60几、70、78、81.8，全部同意，100万要20几万哦，啊，对不对？那低价元宇宙要注意哦。那错过国硕一飞冲天，来自己看一下，一飞冲天从40啊、47、52，哎，同学，100万又30万，200万、60万、300万，不就90万了吗？好不好？所以自己看看，12月份光是一飞冲天100万、30万，光是国硕100万、40几万，光这两档股票100万就70几万了。啊，我还没有给你算大力光一张40几万，两张90万呢，我还没有给你算第一宇宙，对吧？100万20几万，这个都不给你算了，过去就算了。听清楚，未来谁会大涨？啊，你航运股也是一样，从80几，对不对？你喷到140，拉回来再买，今天145了，你小心哦，长龙不要给它突破149。我跟你讲啊，啊，长龙要涨到哪，好不好？那未来谁会大涨？来，明年最大最大的金融啊，这个最重要的转变是什么？费的改成超鹰了，同学，明年要升息3码，所以明年最大的金融条件是通膨升息。那通膨升息之下，你要如何来 hedge， 如何来避险，如何来赚钱，对不对？通膨升息对一般的股市是不好的，但是对这种通膨升息概念股是大好。所以这档股票你要特别注意，今年大赚了1400亿，创历史新高。今年的 EPS 就高达10块，就现在股价，哎，本益比才6倍，哎，好不好？所以这档股票你要特别小心啊，特别小心，好不好？那十二月份我不啰嗦，12月份100万赚不到50、60、70，你赶快拨电话进来，你务必要观念改变、策略改变，你才能重启人生呢，啊，好不好？那2021年终感恩大回馈倒数最后3天了，啊。全国同学务必自己好好把握，自己好好珍惜2022，把握大波段获利的机会。今天立刻拨电话进来，倒数3天。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，提醒观众朋友，本公司所推介分析的个别加证券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的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且自负投资风险。祝您操作顺利，我们下回。